Siap lah ya. A loser. Hello sir, hello. What's your name? Mohammed. Mo? Mohammed. Can you speak Cantonese? Hi. 咁我讲广东话，你听得明吗？听得明。Okay， 你知道我哋呢份工系咩 post 噶嘛？哦，我知道，捉大。咁你点解觉得自己适合呢份工？因为咧，我之前我做嘅工咧都系come and go 啊，来来往往啊，出出入入啊咁样咯，吓、啊，即系我送外卖噶嘛 ，delivery 啊，咁啊，系咯，吓、啊，即系 delivery 啊嘛，吓、啊，咁啊，所以我对香港嗰啲街道啊、嗰啲名啊、即系横街啊、小巷嗰啲，我都好清楚、好熟悉嘅，咁所以我觉得我嚟做速递咧系 suitable 嘅，吓、啊，咁同埋你要我。踩单车啊，我揸电单车啊，行路啊，跑步我都得噶。OK， 咁你识得睇中文同埋英文地址嘅？啊，识嘅。嗱，我想试下你啲广东话、啊，你可唔可以讲一句急口令俾我听？急口令。For example， 入实验室揿紧急掣。我听过，好，我试下啊。入实验室，紧紧个掣。试下讲快啲。快啲啊！哦 ，OK 啊。入实验室，紧紧个，紧紧紧，紧紧个掣，紧紧。好难啊，呢个。黐线蜘蛛条蜘蛛丝黐住枝树枝，呢个冇听过。你可唔可以 repeat 多一次啊？唔该。黐线蜘蛛条蜘蛛丝黐住枝树枝。OK， 蜘蛛 spider 啊 ，spider。黐线蜘蛛。就这些，我大姐，都唔简单啊，这个。你都挺有朝气的。Thank you, sir. 你几多岁啊？29岁。你来了香港几耐？都6-7年了。我想问你，为什么你会选这份工呢？因为我想转行啊。我之前是送食物的嘛，我想试下送文件。为什么你想送文件呢？你对办公室的工作很有兴趣？都是的。其实两个原因呢，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我觉得文件就容易 handle 一点咯，即是我多写一些文件，我不会整污糟自己的嘛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我几想试下在 Central 呢度翻工咯，喺 Central 呢度开始高级少少啊。咁同埋咧 ，Central 嗰啲人咧好得意噶，个个喺 Central 咧行路都好快好赶噶。咁到时就唔系得我一个赶啦，即系全部一齐喺度赶啦。即系几得意咁咯。OK， 好，我现在要考一下你。假设我真的请了你了，你在上班的时候有个同事失恋在哭着，老闆出了 trip， 有个客人就上来投诉，而部影印机就坏了，这一刻你要怎样呢？我会请病假。
为我本人我 handle 唔到咁多嘢。但系公司嘅事你都有责任要处理嘅。我知道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咁但系既然佢可以喺度喊，咁啊老细可以唔喺度，咁个影印机又坏得，咁我都病得嘅啫。